天仙，别野我烦！赌神等于出钱，我觉得赌神就是出钱，他都在那变三儿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 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其实赌神啊是魔术师，你知道吧？会变牌。感谢别野我烦，CT forward 的飞机，再把这两个飞机的暗示我要杀20个人。 行。 全军出击！开加速器还是61？是的呀，这加速器其实也不顶用啊。跟我卡视野？啊？你干啥呢？ 咋了？激将法？激什么将法？嗯？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又直接就交闪现啊！ 不用害怕啊，剑魔没有贴身技能。哎，不用着急，马上他要升了啊！这他升了那就不行了，升了就有 QE 了。这波学个 W，凯隐可以往上走哎，兄弟。 来，妥了，钉子的，啊，回家，这不能回啊，这都收了这波兵。 是啊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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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家。杀了一个人。 加一个助攻，瞎子有个人头，哇，准啊！这都敢踢呀！17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御用打野了，兄弟们。韩服不敢打了，我有啥不敢打的呀？ 不是为啥你就觉得一个主播他能不敢打？为啥不敢打呀？因为菜嘛。我都上宗师的人，兄弟，我有啥不敢打的呀？这不又没了吗？这你要咱这是个白银主播，那也就算了，对吧？哎，那你说不敢打，那其实我也就没话了。这还不敢打了，我能把他们给打死。
给我越塔杀！哎，这怎么老跟我蹦这些乱七八糟的网页？一整就给我蹦一个，一整就给我蹦一个！哎，我头贼痛！ 你还帮他推线儿，那他不完了吗，兄弟？这兵线你帮他推了，他不完活了吗？你刚好推过来，我把线全吃，我六级塔下他又死了。你这，哎呀，这种兵线你也敢推？啊！ 干啥呢？你是不是以为我杀不了你，兄弟？算了，这我都不要了。你为啥老让人头这么礼让呢？这老礼让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我不要，他不值钱，你给我干什么玩意儿了呢？你等他值钱了，我再拿他这人头。 成绩成的不错啊，这跟我李一样在这儿，来个蓝水晶吧。其实这个剑魔已经没有必要再来飞他了，说实话，我刚才这波都是自己单杀的，飞他等于浪费资源，知道吧？ 卡牌少收点兵，还不如我自己在这杀了他。他应该去找机会飞下路去。下路也不用飞，他们家好像哪路都不太行事儿。这把没有行事的路，这把属于三路崩子。这下一把15分钟投了得了。 你怎么你还要吃塔皮呀？你配吗，兄弟？ 你不跟我老老实实的在这吃经验，你还要吃塔皮？血亏，亏什么玩意儿？那塔下直接杀了得了。他应该传送好了吧？活的真快呀，兄弟呀！ 活的是真快，小反甲了，哎呦，小反甲，除吧，没事，除吧，问题不大，没得用，他等级太低了。 下路传来捷报，滑板鞋值钱了，可以啊。
我就说他剑魔人没了，他是不是去单打峡谷先锋去了？干嘛呀？哎呀，哎呀，这连招连的给你！我说你俩要干啥呀？这 W 技能，凯隐稍微有点肥了，我跟你们说。凯隐要是不是那么很肥呀、啊，这波应该是双杀了。他如果出的不是布甲骸，俺们这波也赢了。我打不着没好，差一秒，差一秒。你咋不放技能呢？我行，我E回去啊！我刚才我E回去，然后我跑一段，然后我打扮就好了，再等一等。刚才那个血量是肯定打不过这凯隐的啊！凯隐一个勾我就没。他带的也是征服者，他也不是带的别的。红凯。打个红 buff 吧，打个红，那还能不能无影棍了？我看看，来中路杀一个皎月，不走，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走，真牛皮，真狠的一个。这么点破血还不走？凯隐在里边吗？中路帮推一下吧。哎呀，这人有点多呀，这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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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说你来死，这边杀滑板鞋，来死双杀，这都问题都很小，你知道吧，就给他点人头他也翻不了身，问题不大。一个凯隐没有办法一打三，兄弟们。俺们家中单啊，中单卡牌，其实卡牌，其实老观众应该知道，11:30准时断网。这很正常。
来刷台银，挣个赛银。没用啊，那皎月没有多少虚区啊，兄弟。剑魔这不送的吗？来刷刷刷刷刷，小闪没用，意思。nice 一波团灭，让你追，喜欢追追追啊、哦，就硬追。这凯隐很凶啊，他飘了，他以为自己有点无敌了，你知道吧？但其实他并没有无敌，他也就是个屁，他感觉自己无敌了。得出死亡之舞，我觉得死亡之舞这件装备吧，就应该设计成只有近战就能出，远程不能出这玩意儿。先刷凯隐来，小月，算了，赛恩吧，追，这没有什么不能追的。峡谷先锋想打就打了呗，反正就随便玩。远程英雄就不应该能用，能用这个装备的话吧，就是有点太 bug 了。百块，其实我都不想要这人头，没用啊，这人头啊，不给钱。开人指定得来找我，哎，找不着，我还吃经验，哎，生气不？拜拜，走呗，大哥，对不起。哎呦，小老弟，他怎么跑这么快呢？漂亮，兄弟，这波踢死他，踢死的比较不错啊。对面怎么两个剑魔在哪儿呢？两个剑魔没有啊。乱杀，感知就是乱杀。一波我赶时间，我赶着上峡谷之巅上王者呢，快点，韩服宗师要上峡谷上王者了，都让让道好吧，哎，给个面子啊。给个面子，为什么峡谷先锋不创啊？让让道，让开让开让开，全部都给我让开。